哦，因为很少看到我们的 DJ 这么火辣，这么漂亮，而且舞还跳得这么棒，歌也放得非常的好哈。来，一样，我刚刚有说台上的表演者每一位都很优秀哈，那我们呢也可以多帮他做个宣传哦。我等一下问他一下啦，问他一下，因为我只写 DJ 起，我也不知道 DJ 起起吗？哦，等一下我再问你，先让大家拍个照，来来，前方的最专业的摄影团队，赶快要帮我们台上这些美丽的、漂亮的表演者，每一张精彩的画面都给他记录下来啊！哈，来，那当然有听到我的声音的好朋友，留下你的脚步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说，来在我们后面的宣传海报上面，最左手边有一只大猩猩，对不对？来，等一下，大猩猩也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。小朋友，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，所以不要急着离开。来，爸爸妈妈既然都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呢，哎，我们呢停下你的脚步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们现在在绕境，他们跟着在绕境，所以呢绕境的度还没有来到这里。等一下，等到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带来大猩猩精彩的表演哦。每一张画面都很漂亮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，手机里面就是要留下这么多好看的镜头了哈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因为刚刚他一来就让他工作。要怎样找到你？要怎样找到你的粉丝专页？大家好，我是 DJ Mia。所以只要到 IG 就可以找到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平常都在哪里放歌？都台南比较多哈，台南跟屏东其实也不会很远啊哈。那希望大家如果去台南玩的话，都可以到我们那个他的 IG 去搜寻一下，应该就有我们的工作的行程了哈。来，再给我们的 Mia 吗？米娅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她带来这一段精彩的演出啦！来，让我看哈，来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，没有去过夜店的，我教你们怎么做，左手右手都可以举起来，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。哎，姐姐你示范得很好，你要不要上台呀、啊？我们今天守了一个 MC 耶，来来上台上台可以啊！这个舞台你看100多坪，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一点空虚啊。来 ，OK 了吗？OK， 好，来，老师，谢谢。